Potato 给你。狗屁，这是鸡米花。你别管，你丢都丢不进，凭什么说我？少他妈污蔑我。哟，也就那样吧。最后一个了，你别整那些死粗。哎呀呀，我脚环啊。这下好了吧，我们怎么过？我先过去找你。一天天净整一些没用的。大宝，你咋知道我想让你丢我进去？你打的屁啥位我都知道。你瞅瞅管用不？我好崇拜你哦。简简单单，姐们走喽。最讨厌跑步机了。你不跑满，我这蛋塔是空的。你不会骗我吧？我们之间能少点心眼子吗？不信。让你看，让你看，你太让我宫寒了。好吧，我信你了。死红牛，你信我，你跳什么？我只是想尝尝这个蛋挞。我控制你去拿这几本书。牛大，辛苦你了。一点忙都不帮，只会说。那你有什么倒忙需要我帮忙的？滚啊！咋办啊？有电网拦路。瞧你那点粗心。大宝，我来接你了。Go go go， 我们出发。归我50当做车费。我给你一大嘴巴子，我咋射不准呢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一次就射中了？怎么还会掉羊屎蛋下来啊？羊屎蛋，我倒要看看怎么个事。哎呀，还真是。趁热牛啊，你快吃！你神经病吧？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谁和你吃饭？拜拜喽！啊，啥意思啊？完了，被作者敲诈了。都怪你不长心眼子，怪你没脑子。又是考验默契的图，简单的嘞。哎呦，被弹回来了。要不我说你干啥啥不行啊？失误，这次绝对一次过。你最好是一次过。哎呀呀，你还有脸说你是凤凰蛋？四处说你带我上的凤凰，就这，就这，滚动，风水轮流转了吧？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实力。我承认我刚刚说的话大声了点，这次真难啊。这关是找消失方块的规律。哎呀牛啊，你在哪呢？我刚掉了。哎呀，不会有人过不来吧？开什么玩笑，我等个滚动。快点啊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这关我先上去，然后从后面偷袭修钩。牛啊，你这脑子打灵光了。我懒得搭理你。修钩修钩，可爱的修钩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啃开玉屁，坑坑坑坑坑坑坑。撒播一，我要开始个人秀了。搞得好像谁不会一样。呦呦呦，那你可真厉害！所有人给我站一边，把里面的方块先搬出去。呀，这，哎，我抓不到啊！看我飞的，哎呦，终于下来了！高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卡在空中下不去啊！我快真晦气呀！你过来干什么？哟，牛啊，忙着了，一起把箱子放在铁刺那。也对，不然待会扎脚。那你愣着干啥？别愣着！你居然叫公主干活，我真是服了。牛啊，你这铺的有点小瑕疵了。瑕疵就是和你开了这把游戏，拜拜了您嘞。我给你打伞。喂，你动来动去的干嘛？我说身上痒你信吗？身上痒就去洗澡，整这些有的没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点一点挪。哎，就这么走，你别动了。你瞅瞅我多可爱啊。到了给我先走，不然又销毁。你还没回答我可不可爱。可爱可爱，你最可爱好吧。Yes，老黄牛使点劲啊。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？咋了，让你推车还委屈你了？是你的福气。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哎呦，你别走那么快。别磨磨唧唧的，怪够铺路。等着把我把信投进信箱。别的不说，这个景色还怪好看的。我丢，怎么样，收到我的信了没有？收到了，还冒爱心呢。哎，糟蹋了这信封。不是红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意思是你山猪吃不了细糠。我们这感情是和好不了一点。嘿嘿，射气球百发百中。行，我待会看看你几斤几两。我说完，你给我控制往上。OK OK， 你别巴巴了。我一次过也没什么奖励啊。我寻思这也失败不了啊，那奖励你一个大嘴巴子喽。滚啊，我先走了。别那么快，等等我。哎呀，这世界没完没了了。你射中了，我才有气球送我过去。好家伙，合着你啥也不用干呗？是的呢，我负责貌美如花。哎、怎么回事啊、哎？你还能掉？坐你的气球去吧，狗叫。什么档次啊，还要给你铺路。哎呀，好好好，你这么玩是吧？人家不是故意的，暂时相信你一次。那我们好好给对方铺路，你最好说到做到哈。怎么回事啊、哎、这路不听使唤，就差最后几个了，你别搞。二宝，我来喽。等我铺好你再过来。你居然还坐下？你和牛之间的信任呢？我们两个还有信任可言吗？这抱不起来耶。终点在哪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跟着你小子。跟着我也没用，第一是我的，我跳和人机比赛简简单单。没有我简单吗？我也更不用动，多爽、啊、可是你的人机跑不赢我。看看我抬摔了。大宝，我先走一步。你最好别掉下去，不然可追不上我了。一次过我扑，来吧，这关有点难。我不信这里还能一次过。不是，你怎么斜着跳，在装什么、啊、斜着跳就不用回拉，懂不懂？这样的距离刚刚好，牛差我一大截了都。你还叫学上了，有本事你等等我。你当我傻，我一停下来节奏就断了。哎，这些关卡不过如此吗？怎么你还没失误啊？会不会是我太重了他才跑那么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厉害呢？咦，这一关还是斜着跳好过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中间是实心的，你不用躲。真的假的？那红色的岂不是加速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根本不用那么辛苦躲他们，我这人机都是直接走过去的。你是真歹毒啊，黄牛。你咋不说这桌没图销毁都是假的？我倒是想说，你不也不信吗？我不，没难度，根本没难度啊，就没剩多少关了。你别跳那么快，不然都追不上你。那你下来呗，你下来我就等你一个滚动。我才不下去，待会儿你失误了我还能拿第一。你看我失误过吗？哟，你这人机还要滚动过来啊？没想到吧，我要追上你了。怎么中间是弹板呀？你小心一点哦。你别说话，我要认真了，我一定直接
过。呦呦呦，你还回拉呢？这么多弹板掉下去可怎么办呀？不像我，根本不太怕。根本难不倒我，小小弹板而已。喂，你怎么比人家还稳？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。叫啊，继续叫，前面滚动应该能过。怎么考难弹远了？滚动滚动，我跳，距离刚刚好。那我人机怎么不滚？你倒是滚啊！咋了？他不听你话吗？我扑！哎呀，我要先去终点了。二宝，你就等我一下嘛，下次人机的位置给你坐。谁稀罕啊？人机还没我厉害呢。这次第一是我的喽。不是说坚持十秒就能通关吗？为什么通关率还是0%？方块变红了，再跳一下。可是坚持到最后几秒，我也没碰到销毁，直接就被淘汰了。快跑啊，导弹要追上来了。你就不能自己跑吗？非要我抱你？抱我是你的福气。好好看路，前面好多空隙，别掉下去了。不可能掉的，相信我。我什么实力啊？简单，你看吧，他都追不上。别吹牛了，小心点。这个导弹声音听得我还怪紧张。都是我在跑，你紧张个屁呀、啊、要不你回头看一眼他在哪呗。你咋不自己看，我就播，反正一时半会他也追不上我。回来，好险，差点掉了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的实力，距离把控的刚刚好，根本没难度好吧。行，那我就等等导弹，一样能跑得好。不是你有病啊，哪有你这样玩的。放心吧，我还能让你掉下去吗？我跳压根碰不到回溯。可以啊，你玩的还不赖吗？不过比起我还差了点。滚动滚动，第一是我的啊。自私的红牛，我讨厌你。